世界上最大的兔子达尼奥是一只英国巨兔，它的身长达到了 1.32 米4英尺4英寸，重达 22.2 千克，49磅。达尼奥的体型非常庞大，比一般兔子大了几倍。它在2010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兔子，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奇观。达尼奥的外貌令人印象深刻，它的毛色呈现出浅棕色，看起来非常柔软和光滑。它的眼睛大而明亮，有着一种友善和温和的表情。尽管它的体型巨大，但它的身体线条依然优雅，动作灵活。达尼奥的耳朵也非常大，竖立在头部两侧，时刻保持警觉。达尼奥的饮食是维持其庞大体型的关键，它的食量非常惊人，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，主要以甘草、蔬菜和水果为主食，偶尔也会吃一些兔粮。它的饮食习惯相对简单，但却需要大量的能量来维持其巨大的身体。达尼奥的性格非常温和和友善，它对人类非常友好，喜欢与人互动和玩耍。尽管它的体型庞大，但它的动作却非常轻盈和敏捷。达尼奥的性格使它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宠物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达尼奥的寿命相对较短，通常只能活到5到6岁，这是因为巨兔的体型过大，对其身体健康构成了一定的挑战。为了确保达尼奥的健康，它的主人需要给予它充足的运动和适量的食物，定期的兽医检查也是必不可少的，以确保它的身体状况良好。达尼奥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乐趣和惊喜，它的巨大体型和友善性格使它成为了一个受人喜爱的明星，人们纷纷前来参观和拍照，与这只世界上最大的兔子亲密接触。达尼奥也成为了一个媒体关注的焦点，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。总的来说，达尼奥是一只令人惊叹的兔子，它的巨大体型和友善性格使它成为了一个受人喜爱的明星。尽管它的生命相对较短，但它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乐趣和惊喜。达尼奥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，成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兔子的传奇。